哎，看着这个挂满酱汁的小丸子，是不是特别有食欲？这个呢，是我刚刚只用了10分钟做出来的糖醋藕渣丸子，尤其是里面这个小藕渣，一口咬下去那是又香又脆。哎，咋做的呢？咱们只需要准备上一坨肉馅，一块藕，还有一袋番茄酱。第一步，把藕剁成大大的小碎块，然后放到肉馅里，再放上点葱姜末，然后加上一勺生抽、半勺老抽、一勺胡椒粉，还有一个鸡蛋，顺着一个方向快速旋转，给它们搅拌均匀。第二步，像我这样抓上一把肉馅，然后就这样一挤，一个小丸子就出来了。哎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把它们全部搓成小丸子，然后下锅加上葱姜料酒煮一煮，煮熟以后捞出来。第三步，找小碗，加上3勺番茄酱、1勺糖、1勺醋、1勺生抽、1勺淀粉，还有3勺水，搅匀以后呢，下锅咕嘟一会儿，咕嘟到稍微有点粘稠以后，把刚才的肉丸子也丢进去，再稍微给它扒拉两下，最后呢，撒上点葱花和白芝麻，这个糖醋藕渣丸子就可以出锅了。怎么样？就我这小丸子，你们一顿饭能吃几个？咱们老规矩，评论区见。感觉好像穿起来吃更方便一点，我就把它们穿起来了，尝一下。哇，真的是酸甜可口，尤其是里边的这个藕渣，吃起来特别脆，很清爽。拌饭，这个绝对也算得上是下饭神器了。其实这个丸子如果是炸出来的话，可能会更香一些。但是呢，就是做的时候得用好多油去炸，这样的话呢，在家做就感觉很不方便。所以我就试了一下用水煮，哎，结果发现也不错，而且做出来很吸汤汁，特别入味儿。